嘉义国中鼓号乐队训练营的学员共有300多人，他们都是嘉义市蓝潭、玉山、北新和嘉义等4个国中的学生。训练营的教官是空军幼校鼓号乐队的队员，训练的项目有大鼓、中鼓、小鼓和指挥等4项。参加鼓号乐队训练营的学员已经就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分别接受训练，学习的情绪都很高。这项暑期音乐活动将在20号结束。